真是造孽呀！他长这么大，我都没动过他一个指头啊！你看，哎呦！你这会儿说这话了，这孩子长大以来，你疼过他一天没有？你心里头就只有老大，何尝有过他？好了，现在给日本人打成这样，你心里头高兴了？哎呀，老爷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说这个话？爹，难得太太说这样的话，我爱听。啊，药来了，来。吃药吧，啊，吃药，我来。我来。哎呀，你弄不好我。我来，嗯。哎，我呀，来，药来了，来把这药喝了啊，有点苦，喝了之后把那淤血跟热毒散掉了。啊，慢点慢点，哎，再来一口。好嘞，孩子。有种，不呀，怎么样了？你来干什么？你来干什么来了？啊，人说上阵亲兄弟，打虎父子兵。你弟弟刚才被日本人打吐血了，你就能站在旁边稳稳当当的啊？我让你们去留学，留什么了？留的连三纲五常都留没了，爹。哎，你们先出去休息吧，让明义留下来就可以了。哎，好，好，好啊，好，我们都出去啊。那个，你好好养着啊。嗯。少爷。草包，你哭什么？没出息！这帮小鬼子，下手真黑呀！你不是挺好的吗？明烟，去帮我看看药好了没有？不要。现在觉得怎么样？你们好一点啊？你别以为只有爹心疼你，我就铁石心肠嘛。不过，你要怪我，也是我自找的。你成全我吧。从今往后，你与我解除夫妻的名分，你就是姚家的大少奶奶了。少爷被人抓起来了，谁？这是什么人？我看他把二少爷带到张杰府的衙门里去了。这混蛋，他欺负到我头上来了，岂有此理！请吧，二少爷。哎呀，姚少爷，我的外甥女婿，哎呀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，这样惊扰你，实在是很抱歉，请坐。哎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张老爷。哎，这身衣服不错，穿上人模那个样呢。嗯。哎，找我有什么事儿就直说，何必这样呢？啊，冒充什么锄奸主任？二少爷诧异。
今天请你来是要洗耳恭听你对我的忠告。忠告？你别来这个，你是谁我还不知道。我暗地的身份你还确实不知道。鄙人现在是国府出监处主任，专门负责抓汉奸杀汉奸的抗战工作。那我就更不明白了，你找我来干什么？我是汉奸？是不是汉奸那就要看你自己喽。唉，那既然如此，我就给你点忠告。要说汉奸呢，这南城里还真有一个头号的，就是你。你别笑，帮日本人回我们天章丝绸的那可是你啊。啊，二少爷，有个叫梅林的梅姑娘你认识吗？嗯，我们要调查的就是她。你说梅姑娘是汉奸真是天方夜谭。哼，二少爷，其实我并不想把你看成是汉奸，可你窝藏包庇汉奸。我窝藏谁了？我包庇谁了？啊，还有谁呀？当然是梅玲梅姑娘啊。看看吧，这些材料都是我们在突袭一个汉奸的家里发现的，这些与日本人来往的信件啊、电报啊，用的名字可都是周梅玲。张老爷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你把梅姑娘害得家破人亡，又把她卖到妓院，你干的这些丧尽天良的勾当，你就不怕遭报应？你别血口喷人，你怕了？哼，我怕什么？这个梅姑娘在我家待过不假，可是后来她勾结了日本人，我就把她赶出了家门。直说吧，我知道在潇湘馆你与她接头密谈，就在我们要除掉她的时候她逃走了。说吧，她现在在什么地方？老子不知道。来人，杜别先生，这回我把姚老二打成汉奸，就大大的伤了姚天章的元气，让他身败名裂。这个姚天章在南城百姓中的威信最高，所以先要败坏他的名声。所谓打蛇先打头。眼下国人最恨的是什么？最恨的就是汉奸。所以我就把你这手高啊，啊，实在是高，佩服。来来来，杜威先生，您要这么说，这杯酒我就不敢喝了。那不过是雕虫小技，不足挂齿。在这方面，杜边先生那是深谙其道啊。能为大清帝国满人统治汉人长达200年之久，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以汉治汉啊。啊，来啊，喝了。告示，今察天章姚氏值此国难当头之际，勾结外人出卖主权，十恶不赦，今根据政府战时条例，收回天章姚氏之丝绸专卖权，没收姚府地产，此部南城市政府。这姚家的专卖就这么收了？什么世道啊，现在说不清，没法说不清。走走走走。看什么呢？我一时还死不了，就是死了祖宗也不收我。
我把祖宗留下来的房子专卖都给搞丢了，我还有什么脸去见祖宗去？我说这不是黑白颠倒吗？啊，谁是汉奸呢？博雅明明被他们日本人打成那样了，都倒说他是汉奸。我是汉奸，这家里只有我出去留过学，当然我是汉奸。莫非现在说这些干什么？看样子我们家要不倾家荡产，恐怕很难过得了这一关了。你们都过来，我有话要说。妈，你先别着急。还不着急呢，都要封宅子拿人了。自从丙爷走了之后啊，我这个把月来也没过问过家事。追债的事情虽然有点缓了，但是银行里的贷款是冻结了，现如今连政府的专卖都收回去了，公司现在是山穷水尽啊，咱们只能靠自个儿那点家底儿过日子。可是博雅人又生死未知，无论如何咱们得挤出点钱来去疏通疏通才好啊。你们去看看银库里跟土地上咱们现在还有多少。凯南，你说，你会算账，你说吧。要是爹不问，媳妇儿也不敢说。既然爹已经问了，大少爷在这，当着全家老小的面，我就明说了，我们的银库已经空了。什么？咱们银库这么多积蓄空了？怎么空的？田产呢？田产？外面的田产已经是饮食卯粮了，本以为今年的产花好，在田产上可以换桑叶压出去，可是现在博雅的事情如果不花钱托人的话，只怕他在里头不好受。眼下既然两边都周转不过来，只好先把一些值钱的衣服首饰拿出去折卖了。哎呀，那如此看来咱们连眼下都过不去了吗？要是国府的专卖没有动，外面还有些腾挪，可是现在我们已经无所指称，谁肯接济我们呢？墙倒众人推，树倒猢狲散。我打算再回去找我父亲，虽然我发过誓再也不登张家的门，不过不行，马欣，你不能去，你现在是咱们姚家的媳妇儿，我不能让你去丢这个人。慌什么呢？虽然现在贷款的什么的什么都冻结了，啊，过日子的现钱也没有，但是咱们机器还在，咱们天章段在，厂子在，只要我们能撑得过今年，啊，翻身我们说不上，但一时半会儿饿不死这是肯定的。最重要的是博雅还在里面，主要想办法把他先救出来。几十口子人等着吃饭，可是博雅偏偏在这个时候闹出这种事情，这不连累大家吗？给我闭嘴，现在你还说这个。来人，把那口箱子给我抬出来。老爷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这可是咱们家的家底儿啊。你不要管了啊，这些银元先拿2000块钱支应外头，无论如何先把博雅活动出来再说，这是要紧事儿。其他的啊，你们看着，这些衣服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，还有当年皇上御赐的，拿去变卖，卖多少算多少。当时我们不争气，把祖上的专卖给弄丢了，现在还要连累爹给我们打算。婉欣啊，你进门的时候虽然没有给咱们带来什么陪嫁，可我也没给你什么东西。这会儿呢，这2000块大洋你拿去，自己收好了。
虽说你跟伯妃已经分家了，但毕竟是咱们姚家的媳妇儿。我不用，爸爸，当务之急还是先把博雅救出来。伯妃，你是家里头老大，我并不会偏向的。这箱子里头的金银等物还值个几千两，你跟凯南就拿去啊，居家过日子不用愁的。从今以后咱们是艰难度日，粗茶淡饭，能省就省。没想到事到临头还要父亲为我们当家立计。本来我还巴望你们都能轰轰烈烈的，让我老的时候落得个干干净净，能够说说笑笑养两身子就罢了。但没想到世道乱得这么快，我们家运一下子就败了。也好，从此一身轻了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再哭了，你们不要再哭了。这些年以来，你们跟姚家是同舟共济，我铭记在心。可现如今实在是留不住了。待会儿我让凯南给你们多算俩月的工钱带着，当成盘缠，从此就各分东西，恕姚某不远送。我们全家感激你们。伯妃，行礼吧。谢谢老爷。张老爷，今天略备薄酒。你去，话不能这么说啊。其实我比你更为难呢。伯妃，依我看不如用姚府做抵押。哎，可不是我住啊，是你老师渡边先生住。上次他造访贵府一下就喜欢上了。您说的是真的？当然。那我就豁出去，房契我带。好好，有备而来。我看看我看看。嗯，好。你打算抵押多少？500万。什么？500万？去去去去去去去，找边去。500万？你真敢开口啊。那您说个数。看在你是我姑爷的份上，50万。50万啊？这是天章姚府啊。对，而且是死当，档期一过，用双份钱你也赎不回去了。就光我和婉欣住那个院子也不止50万。别说了啊，抵押书我都写好了，只要你在上面签个字盖个章，妥了。嗯，看看吧，一纸文书，姚家就在你的手里边改朝换代。是一会儿一变呢，昨天还是锄奸主任呢，今天摇身一变怎么着成了新政府的市长了都。这就叫那什么来着啊，叫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我呸，你个不要脸的东西，你给我个名画啊，生我要见人，死我要见尸，我今天这把老骨头是豁出去了。哎呦，怎么着，你想怎么样啊？你儿子拒不认罪，反倒说我是汉奸。哎，我是汉奸吗？张老板，你怎么能是汉奸呢？是啊，你当然不是了，我才是汉奸。你要我进去，要我儿子出来。
真新鲜啊！这汉奸还有人争。铁男兄，你进去有什么用啊？你想怎么样呗？哎，你不就是想要咱们天章姚家倾家荡产吗？倾家荡产？哼，眼下你连个蹦子儿都没有，专卖没了，就你那破厂子，还请什么家当什么产哦？你别忘了，我还有千亩桑田，我还有天章姚府，这乾隆皇上御赐的天章姚府，难道不算是家产喽？天章姚府，现在是汉奸的财产。伯妃已经让房契交了公，哎，伯妃是吧？啊，房契就在这里边，看看吗？走。老爷，快点！这个畜生！老爷，老爷，怎么样啊，老爷？爹，你没事吧？父亲，好点了吗？爸，你放宽心，这样操心是没有用的。婉心。去救伯牙去。婉心，你不能去啊。现在遇到的是大事，为什么我不能去啊？可是你去也没有用啊。你不要忘了，我现在是姚家的媳妇，但我也曾经是张家的千金，为什么我不能去？岳父大人，不论我们两家以前有多少恩怨。你等等等等，叫什么？哼，现在认我这个岳父了啊？当初你娶我闺女的时候，可连一声岳父大人都没叫过呀。啊，当初我们不懂事儿，冲撞了您老人家。可是你也不能看着一家老小无家可归啊。什么叫无家可归呀？我不给你们留了一个后院吗？啊，这已经是大人不计小人过了。要搁我过去那脾气，这事要商量，除非他姚天章给我跪下磕头。父债子还，这个头我替他。是谁在这里胡搅蛮缠，闹得上下不得安宁？婉心，婉心，嗯，我倒要看看是谁要收我们家的院子，我倒要看看是谁让我那一辈子不弯腰的公公来给他磕头。婉心，堂堂七尺一个大男人，这么容易就下跪，亏你还写过磕头这样的文章。冤有头，债有主，我们姚家不欠谁的。闺女，你糊涂了，你到底姓张啊还是姓姚啊？我姓什么我自己知道。你不是说过吗？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。我是姚家明媒正娶的姚家大少奶奶。好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。是谁吃里扒外？又是谁在家里包养民女，逼良为娼，然后嫁祸于人？又是谁勾结日本人，强占良民产业？我二弟姚伯雅如今身陷大牢，蒙冤未白，又是谁的错？你说呀！个混账东西！我是混账东西，但是我不会当汉奸走狗。我他妈遭了哪一辈子孽哟！伯雅他到底犯了什么罪？他是汉奸。包，他包庇汉奸。你有什么证据？潇湘馆的老鸨子已经招认，是姚伯雅使钱为梅玲赎了身，领回家里藏了起来。
这就奇怪了。明明是你强行霸占梅姑娘，然后把她卖到妓院，她一个饱受蹂躏的弱女子，怎么反倒成了汉奸了？说得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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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什么话我不跟你说，跟你们家老爷说。田大兄，你看清楚了，这是你家大少爷亲手交给我的房契。伯飞，这真的是你拿出来的吗？我，你除了会卖祖宗，你还会干些什么？田大兄，这里有他的签字画押，据状人姚伯飞愿将祖传天章姚府抵押给张介福，抵押金50万元大洋，利息50%，抵押人再无争执。此据，这上面有他的签章。你疯了？这是房契呀、啊！果然是大手笔，把房契撕了。姚伯飞，你别以为你跟凯南串通一气就能一手遮天。我告诉你，这房契是假的。什么？假的？真的房契在我这儿，我好好的收着呢。父亲，你漂亮。好你个姚天章，别忘了你家老二还在我的手上，要是你不把姚府交出来，就等着给他准备棺材吧。那你就帮我准备棺材吧，帮你女儿装殓了去。我知道你做得出来，见利忘义，见风转舵，你有什么做不出来？你说什么呢，我的女儿？哎，我不是你的女儿。我多希望我有一个忠贞爱国的父亲。我这个人平时是不管事的，一旦管起事来我就六亲不认。要是伯牙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大家都不好看。要不是我还不糊涂，莫非这家就让你一文不值半文的给卖了啊？爹，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错，媳妇愿意跟他一起受罚。你起来起来起来，快点起来，肚子里还有孩子呢。这算什么呢？无论如何凯南肚子里怀的是姚家的骨血啊，你就什么都不管了？你真的那么有种？等孩子生出来之后，让他没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，随你们俩出去沿街乞讨去，糊涂！父亲，都是我不好，您消消气儿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你跟凯南两个啊是聪明一世啊，可是架不住关键时刻糊涂一时。没错，我孙子是老了，我让你们俩帮着我管家，可是你们知道吗？啊，为什么到头来我还留着一手？为什么我把房契啊什么的留给婉欣？我为什么？爸，你别太激动了。就是因为婉欣她平常是一个不贪心的人，知足常乐，就是因为她不争，不争则天下莫能与之争，不争才是大争啊。我知道你们俩平常看不上她啊，觉得他糊涂，可你们知不知道啊，人呢，聪明难，糊涂难，由聪明转成糊涂更难。我今天讲句公道话，我姚天章家里头出了这么一个大少奶奶，那是青出于蓝胜于蓝。凯南，你说有没有道理？都是我的孩子，都是姚家的嫡系传人，
博雅纵然他有千般不是，什么南城第一纨绔啊，什么浪子班头领袖，这我还不知道吗？可是他那孩子一旦那疯魔镜头上来的时候，那是谁都拦不住他的，那叫什么？那叫血性。一个人他的血性可能会干出糊涂事儿来，但是他总比那袖手旁观空口论道的要好要强。至于婉欣，那就不用说了，这孩子是明白的，有真性情。一个人有真性情的话，什么仁义礼智信呢，就不被辜负了。你要是没有真性情，什么繁文缛节、仁义礼智信都白费了，都白发明了。你们自个儿以后做人处事啊，心里头问清楚，如果是从真性情出发的，你去做，你上对得起列祖列宗，下对得起我姚天章，你就不必再惭愧啊自责的什么，就不必了，是不是？是父亲。虽然是公事公办，但不管怎么说，咱们还是亲戚啊。伯牙，使劲吃啊！哎，你倒满不在乎啊，你就不害怕？这世上啊，有两种人什么都不怕。哦，哪两种啊？第一种啊，嗯，是不要命的。第二种呢，就是不要脸的了。哎，姨父，嗯，你是哪种人啊？我看好像不是头一种。你，姚老二，我真想不到你这样的倒成了硬骨头啊！哎，姨父。嗯，我啊一直有个问题想请教你。说吧。你说你怎么才能做到这么不要脸的啊？你拍日本人马屁你就拍吧，为什么非要把汉奸的帽子往别人头上戴呢？我那天用刀架在日本人脖子上，你现在说我是汉奸啊？姚老二，我知道我打你个汉奸你不服，我打你个忤逆反叛。嗯，说得好。你鼓动奴才反对我们这些老爷，你鼓动下人反对上面啊，你还敢把刀放在洋人的脖子上？你知道如今的世界是谁的世界？是洋人的世界。你敢反对洋人，那就是反对世界。啊，你敢反对世界，这个世界要扣死你，就像扣死只蚂蚱。我这样的蚂蚱多了，就能把这个世界掀个天翻地覆，你信不信？蝼蚁尚知偷生，你怎么就这么不要命呢？啊，我杀你容易，可是我就不明白，哎，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我什么都不满足。这我就不明白了，啊，珍馐美味把你喂大，雕梁画栋把你养大，哎，你还要造反？哎，你说你，你说你是什么玩意儿呢？啊，你说我不要脸？是啊，我没办成什么大事，混成今天这个地步，就因为我要脸，我脸皮薄，我脸皮嫩。说得好，说说说说说说说，正好给我当下酒菜，说。哼。你骂我不要脸，你要脸？哎，你长这么大，你办过一件长你们姚家祖宗脸的事吗？嗯，说。哎呀，你说你不要命了，我不信。哎，命都不要了，你还要什么？我要自由，你懂吗？什么什么由？我告诉你。这个世界上，钱是真的，权是真的，其余全是假的。哎，哎，你说，你说，
你那个自由是什么？众生平等无差异，大道之行，天下为公。呸！你那是白日做梦。你那个自由啊，在天上，这世界上根本不存在。好，不跟你说，不跟你说，我也知道你怎么回事了啊！你是个疯子，交出来吧。什么？千亩桑叶的银票啊，还有那个小戏子梅玲啊，交出来就放你出去，你他妈就自由了。我他妈告诉你，那就是我的自由。我不给，要命有，过来拿。来拿。混账！不要偷偷摸摸做那些事情，你知道多少说多少。不要替他瞒着，弄不好他脑袋都掉了，我们还蒙在鼓里，你对得起这个家吗？大少爷，我说，二少爷和彭先生好像在造枪。造枪？这不跟造反一样吗？你起来。还有什么？没有了。有，是你把梅林藏起来的吧？二少奶奶，不，大少奶奶，梅林的事儿不怨二少爷，是小的一个人的主意，要杀要剐，小的一个人顶着了。明艳呐，你给我竖起耳朵听真了，现在我们姚府是绝对不能跟这两个倒霉的东西扯上关系，一扯上，我们全都死定了。彭先生，张介夫在四处抓梅姑娘，二少爷已经被抓去了。慢慢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张介夫他，吴飞，吴飞，你干什么？你住手！老彭，你不想让博雅活了吗？啊！我求求你，我代表姚家求求你，不要再害我们姚家了。你说什么呢？谁害姚家了？姚博飞，我告诉你。是日本人和汉奸要害你们姚家，可你呢，还在温柔富贵乡里做梦，你醒醒吧！你是我们姚家的事，不要你管，别在这胡说八道。那你要怎么样？我想活，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，不想死，明白吗？小不飞，我再告诉你一次，轰轰烈烈的死，要变狗血偷生，活着想死你自己去，别拉着我们。我飞，住手！大少爷，二少爷不在，你不能动他的东西。你也在这儿啊？自打你来这个家，这个家就开始乱了。滚！大少爷，二少爷不在，你不能动他的东西。滚开！这个臭婊子！吴飞，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滚！滚！孟大叔，在你眼里，我还是个妓女，对不对？连粪土都不如。不，绝不敢。我虽然说从没有过一红梅翠，但我一直视妓女同为平等的人。他们不幸操此贱业供人淫乐，表面上看他们是下贱之友，但他们的内心一定是十分痛苦的。他们是这个万恶社会的产物，是那些人面兽心、既富且贵的恶棍们的玩具。我十分同情他们，怎敢视之为粪土呢？更何况像梅姑娘这样受苦受难的女人。叔，那你说我是不是一个坏女人？
么说？就因为张介夫糟蹋我，我就坏。就因为我被卖到了妓院，我就坏吗？不，这个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好和坏，也就没有无缘无故的坏人坏女人。是坏的制度把人变坏的。你说什么？跟你说这些你怎么能懂呢？其实连我自己都没弄清楚。梅姑娘，你一点都不坏，你很善良，是个很好的女人。彭大叔才是这世上最好的好人。看来伯雅这么爱你，一定有他爱的道理。来，试试吧。好，还是我来吧。梅姑娘，其实你对伯雅了解的还不够深，他是男人里头感情最丰富的人，他将来是可以帮助受苦受难的人的。你不爱钱，所以说你最能随伯雅的心愿。可是人家都说二少爷是败家子儿，他要真是个败家子儿就好了，他一分钱没有了，到那时候谁也不会再说什么了。好了，还满意吗？满意，哪有不满意的。彭大叔，我，你以后要多保重身体。梅姑娘，平白无故的怎么说这些啊？彭大叔，这些日子你给了我许多的快乐，从来没有这样快乐过。认了字，还把大烟给戒了。如果有来世的话，我一定要报答你。梅姑娘，这是怎么了？彭大叔，请受我一拜吧。彭大叔，老爷，老爷，那穿塌拉板的日本兵打进城了。潇潇雨歇，抬望眼，仰天长啸，壮怀激烈。杨老先生，日本兵进城。三十日功名尘与土，八千里路云和月，莫等闲，以免白了少年头。